年仅17岁的网坛新星梁恩硕，今年1月在澳网大放异彩，一口气抱走青少女单打、双打两座冠军，是台湾网坛史上第一人。其实对我意义很大，因为给我蛮多的信心，就是觉得可以，其实好像可以做得比原本想的还要好。因为一开始会觉得职业没有那么熟悉，所以会觉得是自己是不是还有那个能力啊？因为这次之后就觉得好像有这个能力，可以更有信心的去面对这些。在澳网写下历史之后，梁恩硕紧接着又在5月的仁川职业女网赛女单项目中夺冠，拿下生涯首座职业赛单打冠军。辉煌的战绩让他经验值大幅提升，应该说心理层面也更加稳定了、然后其他方面都有一起进步。感谢家人一路支持我。接下来我去法国打法网，然后还有接着是温网，一场一场慢慢打好吧，没有想太多，希望打出最好的成绩。